阿弥陀佛，大家早，大家晚。那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一拜。南无大慈弥勒菩萨摩诃萨，南无大慈弥勒菩萨摩诃萨。南无大慈弥勒菩萨摩诃萨，弥勒菩萨赞记，过去曾作智光仙，大慈三昧妙难宣，庄严南有海岸国，普处上生都率天，心是圆明十方界，信修功德一时圆，几多内愿往生辈，会起荣华受记仙。发愿文。弟子我等，从今日始学习瑜伽师地论，为弟子等智慧浅薄，业障深重，恐未能契合真意，唯愿菩萨加倍智慧明利，于意无碍，发欢喜心，有始有终，功德圆满。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那我们现在这一个课呢是有寻有事等三谛的第17课，到了相思色见地这里。关于本课的话，缺课的同学请在这里补课。那第16课是在 OneDrive 上面，那其实所有的录影也都是在 OneDrive 上面。所有的讲义呢都是在 Google Drive 上面，所有的 PowerPoint，也都是在 Google Drive 上面。参考的资料今天有白法五位跟那个三界九地表。注意事项的话，就是说请大家尽量的发问哈，然后。有疏漏的，或者是有悬疑的话，或者是提问，或者是补充。那讨论的时候呢，请不要离题，也请避免庸常申论。那这样子，希望说我们能够都给求得这个真实意。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科判哈，因为我们回到了。相思色见地，所以我们是现在是把借思色见地讲完了。在这是第四卷的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总别标举，这边就是总，先是总标列，然后再广分别。那在广分别下面这里呢，就是有这个戒见力，戒思色见力的话，有内容是最多的了。那在这边的时候呢，我们已经讲了这个宿见力、处所见力、有情量的见力、受的见力、受用的见力、身见力、自体的见力。那这边的话，我们已经把上一节课，对不起，上一节课的时候我们把因缘果建立讲完了，那现在就回到这个相思色建立了。相思色建立完了以后，今天是讲相思色建立，
那还剩下如理作意思事建立，那这边有两个课。等到这两个课讲完的时候呢，那我们这个课就先会休息一下，停一下。那在下面的话就是卷六跟卷七，那是不入理作意。不入理作意那边是讲到外道的16种议论。16种的那个外道的见解，那这个课的话是单独会变成一个课。那同样的道理，那个杂染思色建立，那现在这个就是现在正在讲的三杂染的课，从卷八到卷10。那这样子就把那个有形有色等三谛这样就讲完了。好的，那我们再看那个相思色建立这边哈。那相思色建立呢，下面分了两科，先真然后再识，然后再总标列哈，总标列。总标列下面就有袜头男跟长行，那然后呢，再是随别寺，那随别寺呢，下面就分了7科，那前面6科的话都是比较简单一点，但是在第七的这个流转呢，流转这边呢就，讲了这个五趣的差别啊，其实这边的话，在这边讲了五趣的差别。那五趣的差别啊，这边其实这个就是流转，流转下面有先真。真的时候，他问的时候是只问那罗杰跟旁生，在回答的时候呢，在辩的时候就讲了，那罗迦、旁生、欲界诸天、出净利天，那这4科，那其实这下面呢有把这个恶鬼也带进去了，那这个就是今天要讲的。那我们看课文哈。复次，云何相思色建立？那这个相呢，就是讲说这些寻思啊，它的相有很多的相状、相貌啊，这些到底是怎么样建立的呢？那有何差别呢？那这边就来一个总的华陀男。这个华陀男其实就是把这个相思色建立分为7科，那哪7科呢？就是因知此相略有7种：体性、所缘、形象、本体、差别、抉择、流转。那这边的话，华陀男呢，我们就简单不念过去。那最后就是说，这只是略变相因知哈。那这个体性呢，就是思心所跟慧心所为体。那所缘呢，所缘的话就是闻还有意。那闻就是名句闻声。那其实这个意的话，就是他的一言尽啊。一言尽，我们以前有讲过，什么叫一言尽呢？就是说你心里头在讲话，嘴巴并没有讲出来，但是你还是靠着文字语言啊这些，在你的内心呢，有讲那。这个就是他的所缘境。
那再看这个形象，形就是活动的意思，或者是怎么样造业的意思。那这边基本它的动作就是寻求跟视察。然后等起的话，等起的话就是平等而起。那这个时候呢，因为有寻求视察，通常都会发起语言。这个发起语言哈，是包括了这个意业，所以他可能发起语言，可能在心里头，可能讲出来啊，发起语言，但是都有语言。那这个差别哈，是讲说有相无相，那种种的差别，在这边的时候其实是讲分别，所以呢，下面就抉择，抉择说寻视呢，就是分别吗？那分别不一定啊，其实不一定是寻视啊。那换句话说，分别的这个范围比较广，寻视的范围比较窄。啊，那再来就是讲说流转，流转就是说就流转五趣的时候，这些巡视这两个心所，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那所以讲说五趣的巡视的差别。事实上，在这边的时候，我们应该看一下这个地方。就是说，在白发五味的时候，在白发五味的时候，心所是在哪里啊？那个在心51种心所的里头，寻视是在哪里？那我们可以看得到，这寻视在这里。那他说，思心所跟慧心所为体，所以慧心所的话是在这里。那思心所呢是在。作一处受想思是在这里。那我们以前有讲过，思就是要造作的意思，就是意业啊，造作。那慧呢，最主要的这个功能呢，就是能够简别外面的境界啊。那这边要注意，就是说，欲圣解念定慧。本来就是没有分这个善恶的，但是瑜伽师地论把这个欲跟圣解再分出来，有邪欲、邪圣解，所以呢，这边的欲圣解就变成善法欲啊，这个是对正法的升起的定解啊。那念定慧呢，就没有分善或者是恶的。所以慧的话也有邪慧啊。那这边是稍微简单的讲了一下，那我们再看这个文里头，再分别来讲。第一个是体性，那寻视体性者，为不生度所缘。思维体性，那这个就是讲寻。若生推度所缘，慧为体性，应知。其实他这边的时候他并没有特别指出来，前面一个是寻，后面是一个是，那这个是有原因的。那寻视的体性呢？当知寻视，慧思为性，犹如诸见。那我们在前面的时候讲到五见的时候就有讲到说这个五见呢是以慧心所为体性的。五见就是这个，擦加野见、边见、邪见、界见取跟这个见取见。所以卷58的时候有讲说，若慧依止一言而生啊，
所以一止的话，就是它的所缘境是一缘境，于所缘境哈、啊，张皇推就，啊，这个是很匆忙的意思哈、啊。那虽会为性而名寻视，所以这边可以看得到寻视啊里头都有这个会，都有会啊。那思维体性的话，思就是令心造作的意思。那变形为性，就是它在五变形里头，就是在这里的时候呢，它是属于五变形，所以变形为性是心所啊。那不生推度所缘，所以不生推度所缘，它是特别讲这个啊。哦，不生推度所缘，他这里并没有特别讲出，很明显的讲出来，这是寻的意思哈。然后慧为体性，慧为体性的话就是慧能检择诸法，那观察尽深啊，那故生推度所缘，所以这两个有差别的。好，那沙迦耶等五见的话，皆以慧心所为体性，所以就这边犹如诸见。那这五见呢，皆是以慧心所为体，因为是这些见解都是恶见，所以呢，这个慧啊，可以知道说这个慧是通于这个正慧跟这个邪慧都有。那寻视所缘者，这个是所缘，现在讲所缘境了。所缘者为依名声、具声、闻声、意为所缘。在卷八十一的时候就讲说，对不起啊，今天早上起来还有点这个，这都是 allergy。好，那这是八十一卷，都有讲说共知真语哈、啊，这叫做名声。那取这个名字是为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为了共知。让大家都知道，我说这个东西是桌子，那你也是说是桌子，那这个叫共知。我说那个是椅子，你也知道那是椅子。那真语呢？真语的意思就是说，这是名言失色的，是本来是没有这个名言，那是我们是假安立的，才有名言。那很明显的，那不同的国家的话，可能对这个椅子就有不同的讲法。在美国的话就讲 chair 啊，那在其他国家就其他的讲法。那什么是具身呢？具身就是名字圆满，是为具身。那就是说名字哈。名跟字加起来以后，能够表述、能够诠述一样东西的情形，这个叫具身。那什么是闻声呢？这闻声是文字的意思，就是上面这两个名声跟具身二所依的字啊，这个叫做闻声。那不是我们讲的文章哈，这是讲文字啊，文字。那意为所缘，意就是说，这个文名句文声它所诠的，就是这个意啊，就是意里头的
义、理都是这样子。那此三为一，就是名声、具声、闻声这三个为一子，能显于义，用这个名句文可以呢，来全显，就是解释这个意思，是名寻事所缘。那寻事所缘的境呢，就是这个义。那名声、具声、闻声这三个呢，这个闻就是闻是所依哈。那这边的闻呢，就是讲说，其实在八十一卷那边闻的话啊，是讲的名声、具声、闻声，那还有这些真语啊这些。那意呢，就是为所缘的，欲是能依的啊。那这两个加起来呢，就是总名为一切所知境界。啊，那这边总的来讲，那个所缘的话，顿伦记就讲成为思论哈，有两种说法。第一个说法是五事一句，前五事哈，它也有这个寻事。那这个讲法呢，他是觉得不太对的，所以第二说，为义事才有这个寻事啊，此文为证。那现在这边啊，就给证明说，因为说哈，但言原名等义啊，就是等义嘛，不说原色等故，因为眼耳鼻舌身。或者叫色声香味触法，那都是色法啊。那这边原名等义，那原名等义是名色，名色这边可以是相对的。你看这边哈，这是名，这是名，这是色啊。名色就是五蕴里头，那它只是缘受想行识啊这样子。所以寻识心所是跟受想行识那是相应的，相对应的。那我们再看下面，什么是形象呢？寻思的形象哈，就未及于此所缘。那所缘的就是意啊，或者所缘的一言尽啊。那寻求形象是寻，及于所缘视察形象是视。那这个所缘的话，就是一言尽了，是一切所知境界的关系哈。那寻求的形象就是初会为体啊，所以寻求它的形象是比较初的，换句话说是在比较表面上面的，它不是很深层的啊。所以才前面讲说不深推度的话，通常都是寻求。所以这边就是寻于诸境界啊，具物的推求，就是很匆匆忙忙的，不是很细的，这样子一直一言的初会叫做寻。那视察的形象呢，就视察形象是细会为体。那视呢，视的意思就是即于此境不胜具物，它是不很匆忙的，而随就察，一指一言的细会明示。那有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寻视啊，这个寻就好像猫捉老鼠的时候，它是先去找，找说这些老鼠出没的这些洞啊是在哪里。他找到了以后，其中一个洞，他是常常这些老鼠出没的地方，他就守在那边，在那边等待，等待的时候就在观察。那这个就是寻根式的这个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蛮好的。那再来看这个等起。那这个等起的意思哈，就是平等而起。那寻视的时候呢，
什么东西会跟寻思的心所一起起来呢？啊，那这个寻思啊，其实这个这边这个寻思，它是讲，我是把它摆在这边，其实应该摆在上面才比较好啊。那这个寻思呢，是跟对法论是解释稍微不同。那比对法论就说了，寻思者若思若会，若推度若不推度，所以他就混合起来讲，他并没有讲说哪一个是寻，哪一个是思，哪一个是寻，哪一个是思。但是他下面说如其次第，假如说如其次第来配的话，那寻就是思，那是的话就是会，那寻的话就是推度，推度是就是不推度。那他这边就是说相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前面讲哈，是寻是不推度，是是推度，那这样就没有对起来了啊。所以我的解释的话，就是说这边他只是讲，他并没有如其次第对得很好哈。所以那，这是对法论，相违的意思就是说意思不一样，就是这里推度跟不推度，它是配的不一样哈。那三藏云，三藏就是三藏法师，那这个时候就是玄奘法师哈。他说，一于学为正，就是于学师地论哈。是正义，那对法论讲的哈，那就是有点不对了啊。会比对法论应密次属当，所以这个推度不推度啊，应该调过来。那思的话是不推度，会的话就是推度啊，那是这样子。所以若不推度是思，推度的话就是会，应该这样子才对。是即寻思，不推度时，但思为信；若推度时，具会为信。但是这边哈，那我的看法就是说，其实说这个寻求的话，这个在寻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说你找的是什么东西啊。所以那边还是有鉴别的动作，所以这个我的认为是说，思跟会可能在寻思的时候都有，但是呢，在那个寻的时候就偏重于这个思心所，那在思的时候偏重于会心所，那我的讲法应该是这样子，可能才比较合适。因为仔细看的话，这个寻里头它应该也有这个鉴别的动作，次里头呢也可能也有造作的动作啊，有思的动作。那发起语言的话，就是说凡夫哈，用比量，因为是在内心里头的动作，比量认知的境界，那不会超过第六意识的名言，那。在比量的时候，他都是要用名言哈。那在因为在心里头，所以就是一言尽。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发起这个语言的时候，可能说出来了，可能没有说出来，都算哈，两个都算。略转呢、啊，他这边就有解释。那寻思等起哈，为发语言者，那但显寻思能发语言，非说语言，必寻思起。那并不是说哈，这个语言一定要有寻思而起，那但是寻思呢，一定会跟着语言，会有能发语言。为佛身中哈的生语业，他就解释说，为什么说？这个语言
非说语言必定是形式呢？就是说，发这个语言不一定是形式。他说，在佛身当中啊，身与业的话，那个时候是不由形式的啊。但思起，那只是思心所起来了，它就起来了。那如说形式能起五事啊，那非五事起必由形式。那同样的道理，形式能够起前五事，但是呢，不是说这个前五事起了，一定会有这个形式的。所以成唯识论就讲了，他说显多由彼起，非说彼相应啊，多半的情形呢，都是由形式才会发起语言。并不是说有了语言就一定是形式跟形式相应啊。那这边就问了：形式隐喻无？那我这边喻无的话，应该是这个五欲，就是色声香味触啊。那有五，那这边又有五了，所以这边喻无的话，可能也是五事的意思哈，有五事。非二隐，那这边的话，因为是隐，隐的话是一种动作，所以是形式，或者是前五式的动作。那我这边就不用色声香味触法了，哎，因为是隐这个字的关系哈。那形式隐喻生与业，所以喻的生与业。亦有欲生与业，非二隐，非二隐耶？哈，就是说，形式能够隐生与业，那是不是说所有的生与业都是这个形式引起来的呢？如果不是的话，那什么不是这个形式引起的这个欲呢？啊？他说：“此难不齐。”他说：“你这个问的哈，有点不太对啊。”他欲生与必出岂必由二隐？在出的情况之下，一定是由寻跟事而引起的。那欲的五事，由欲五事这样引起的，这个寻事哈。”等一下，这个有五事，这边是事跟形式来比，有五事而引起的这个欲生与业啊，生与业的话，它是通于细的境界，那这边是形式呢，就是比较粗的境界。那由起不由生的关系哈，因为有生起了，但是是不由生的关系。那这个生跟起的话，生的话就是此有故彼有，起的话就是此生故彼生啊。那生的话就是从因上面讲的，起的话是从果上面来讲的。那生跟起并不一定是有生就有起的哈。那这边就有起不由生，才会有这一句。所以或起无思，那就是另外一种解释。他原来讲说不齐嘛，哈，不齐的意思就是说事跟这个形式啊，它是不齐的。那这边讲的或齐无失，就是讲它能够对齐的话，哈，其实也是没有过失的。那欲五呢，由二生，那这个形式两个呢，可以生起这个五事的。有生哈，不由隐，那生跟隐的话就有差别啊。那所以这个呢，从生的这个角度来讲哈，就是形式呢跟五事是一样的，那不由隐。那欲业由二隐，但是呢，形式呢是由这个欲的生与业的话，是由形式而隐。这个时候有起不由生，也是有起不由生的，结果我就怀疑是不是真的是
还是说应该反过来？那这边讲的时候，这个升哈，就其实就是升起音。那引的话就是牵引音，那升起音的话就是比较近的音，那牵引音就是比较远的音。所以从升起的角度来讲，其实它是可以相等的。但是有引的时候，月有耳引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玉叶啊，玉的生以叶，由循势可以由是引，也可以换句话说，循势呢也可以作为这个玉的生以叶的远因啊，远因。那这就是简单的解释一下这个略转。我想等一下可能一定有问题，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再讨论一下啊。那生跟隐，那这边其实在十二缘起的时候呢，就有讲有牵引音跟升起音。那事实上呢，我们在上一课的上一课，就是这个是第十七课的，那第十五课的时候就有讲什么是牵引音，什么是升起音啊？那牵引基本上是习气，那升起音的话是种子啊。那卷五十六啊，就讲说因名缘起，果名缘生。那这边就是我们这有学过嘛，前面时候有学过。那这个就是由起不由生的那个。生跟起的差别啊，那我们再看这个第五个差别，循次差别者有七种差别。那这七种差别哈，在卷一的时候就有讲说，云何分别所缘，由七种分别。为有相分别，无相分别，任运分别，寻求分别，视察分别，染污分别跟不染污分别，这样总共七种。那这边我们明明讲寻视差别，那这边为什么讲分别差别呢？因为这个寻视啊，就是寻视，有寻视的时候，寻视一定是分别的关系。所以在下面这个检责的时候啊，就会讲到。那这七种差别，他这边就指出来了，是有相无相，乃至于不染污啊，那就是跟这边哈，跟这边就对起来了啊。如前说，那前说的话，其实就是卷一这边，那七分别相应思会啊，并是寻视的差别，这是敦伦记讲的，所以。这个寻视就一定是分别。那这边就讲了七种分别的话，第一个就是有相的分别。有相的分别哈，就是说先所受益，诸根成就，就是一定要有这个以前的时候认识了，因为有名言嘛，所以你要善名言。而且呢，这个诸根，尤其是意根，要能够成就的话，才能够做有相分别，啊，这叫做善名言所起的分别。那还有一种叫做无相分别，无相分别就是由随先所引。先讲到所引的时候。这讲了索引的话，就是说他后面举的例子是说婴儿哈，他不善名言，那谁先索引啊？就是说他的可能是他的习气的关系，那可能就是说这个婴儿哈，他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因为他在这个婴儿的状态，他的六根还没有成熟，所以跟前面就这个诸根成就啊，就他还没有成熟到能够分别的程度，这个时候叫做不善名言。
他不，所以他不善名言的时候，他也可以分别，就是靠着直接的这个反应，所以这个叫也叫做随心所应啊。还有一种叫做任运分别，任运分别通常是由这个现前的境界，因为境界的势力哈，那在眼见色耳闻声的时候，他就任运就有了分别啊。那这种任运的分别呢，在敦伦记就讲说，汲取五事，同源异事故。所以这边讲了前五事，再加上呢五聚起意识。那通常的时候呢，这个任运分别是怎么一个情形哈？那玄奘大师就讲说，他说这个就是自性分别。那是五事啊，同源异事啊，那就是说，前五事跟五聚起意识啊，然后后判，这是前面刚开始，后判的话就是说，瑜伽师地论的所说的话，任运分别啊，是五事同源意识，就还是一样。但是啊，他这里特别讲了不同对法论，对法论是讲说四起五事是三分别中。自性分别，那还是寻事为体。那这边的话，他讲说寻事分别是寻事为体。如果是，所以这边就会有稍微不一样了。如果说自性，如果是。哦，是自性分别是寻事为体。刚才我们讲说是寻事，就一定是分别；是分别的话，不一定是寻事。所以分别就不能够作为寻事的体，照理是这样子。所以，对法论这样子的讲法哈，那这个瑜伽师地论是不一样的。那这边说三分别哈，就是说自性分别、随念分别跟嫉妒分别这三种，那这是在成唯识论里头有讲。好，那自性分别呢，其实就是说，看到一个东西啊，或者是听到一个东西，然后呢就，还没有起名言，只是知道一个总相，那个时候叫做自性分别。随念分别就是说，随着念头的起来的时候，那它就可以分别了。那这个时候，它只是分别现在的境界。嫉妒分别的话，就可以分别过去、现在跟未来的境界，因为度的话，就有比量的意思，比较的意思，所以随念的话也可能没有比较，它的分别是非常浅的分别哈。那所以嫉妒分别是最深的分别，最广的分别哈。那寻求分别的话，就为诸法观察，那寻求所起的分别。那视察分别的话，就是位于所寻求已，所以通常寻跟视哈，会要有视的话，就一定会有寻。那真不应该这样子讲。那通常一般凡夫的没有定功的哈。没有修定的都是有形就有事了啊。那有，因为我们讲说有形有事地啊，那是初禅了。那无形无事地就二禅了啊。那那边的话，
那中间有一个中间禅是无寻有四谛，所以修禅定的人可以达到说没有寻就是。一般的人来讲，就是有寻有事啊，所以这边才说寻求以所观察，那视察安立所起的分别啊。那染污分别者，位于过去顾念俱寻，与未来希乐俱寻，与现在执着俱寻，所有的分别。那若欲分别，若会分别，若害分别，或随依这个烦恼随烦恼，这边没有弄好，烦恼随烦恼都应该弄出字哈，相应所起的分别。那这一个染污分别哈，我们先看一下不染污分别。不染污分别就是善根无忌的，啊，或者是出体出离的分别，就是欲的出离，所以叫出离分别。会的相反就是无会的分别，害的话就是无害分别。或随与依性等善法，性等善法就是看到这个白法明门论的话，性等善法就讲说。善十一就是性等善法啊，这十一个。那我们上次有讲了哈，善十一。那跟这些善法相应，或微一路啊，那这边就是讲善嘛哈。那无忌的话就有微一路工巧处，及诸变化就是神通的变化，神通变化里头也有无忌的啊。那所有的分别如是等类名分别的所缘啊，那所以说总共有七个，总共就七个。看到这个染污分别的时候哈，我就想起那个贤善颂。那贤善颂里头就有讲说，因为贤善就是离欲的意思，离欲的话就是于过去它不分别，它不顾念。他与未来不希的不希求，然后于现在呢，他就善观察，观察苦空无常，也就是观察这个，不颠倒啊，就对于常乐我净不颠倒啊，这样子，然后呢，然后修习止观。修习止观的话，达到一个定界，就是不动，他的那个正见就不会被这个自己的烦恼所动，也不会被外道的这些邪见哈所夺啊，所以不动不夺，那这就贤善颂。贤善颂后面有讲到，那这边只是我想突然想到就提起来一下。那贤善颂那个非常好，贤善颂的话，那个就是等于说现在修行的方法，就拿那个贤善颂就可以修行了啊。那我们再看抉择，抉择的话就是说，寻是抉择者哈，若寻是即分别耶？是分别就是寻是耶？啊，所以就基本上就是寻是跟分别到底是什么差别啊？哈。那回答就是说，诸寻是必是分别，或有分别的话，非寻是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如果算这个范围的话，哈，那寻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范围，因为寻是都是分别，所以寻是就包括在这个分别这个范畴的里头啊。那分别就在外头。那所以有分别不是寻视的，那就是外面这一块了啊。那事后句，事后句就解释有分别非寻视，那到底是有哪些分别不是寻视呢？哈，那就是说为出世智，还有所于一切三界
三界的新兴说法皆是分别啊，而非寻思所以这两种情形，那出世智的话，就是说由出世智是无分别的关系啊。出世智的话，通常是从根本智那边来讲，根本智是无分别的啊。那妄此说与一切三界心性说法皆是分别啊，所以一切心性说法皆是分别嘛啊。那但是呢讲到寻思的心所又非寻思的心所啊，那所以说除了寻思以外，说与一切三界心性说法，那都不是寻思啊。那换句话说，这边寻视这两个，除了这寻视两个心所，所以这其他的心所全部都不是寻视。照理讲，应该还把这个思跟慧再拿掉嘛，因为思慧跟慧是它的体性啊。体性的意思就是说，寻视起来的时候一定会有聚，会有思，或者是慧，所以它们是聚有一啊。好，那这两种情形，第一个是出世间的无分别智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不是寻视心所的话，那其他的心所都是只有分别，不是寻视那这个所余就是说，由是当知，此所余因缘通二种。那两种呢？就是说，把这个出世智跟这个非寻世，那把这个寻世心所除掉，那其他的都是分别。那顿能记就讲说，分别唯有漏，那无法之中第三分别也。那故寻世体不通于无漏也。那这边是因为用把这个第三分别，那无法是什么呢？那比如说这个《楞伽经》里头就讲说无法三自性，那无法就是讲这个一相、二名、三分别、四真如五正智。那这个《楞伽经》好像是先讲正智，然后再讲如如。那72的话就是解深密经那边了那解深密经讲的是相名分别真如正智，但是这个分别是从无漏的从这个有漏的这一方面来讲的，所以这边讲分别为有漏那因为后面正智呢是通有漏跟无漏的，那真如就是达到无漏了。好，所以这边讲的分别那就是这边这个无法三自性里头讲的第三分别。那二云，第二种讲法说，分别是通无漏的，他这样子讲，因为什么呢？因为有厚德智，厚德智是具有分别，所以从根本定里头出来了以后。那个就是厚德智，那但是这个厚德智其实是以根本智为基础的，所以这样子也可以讲得通的那但是他讲说厚德智是有分别的关系，那他也是以寻视为体的，所以他说通无漏，通无漏好，那我们再看最后一颗就是流转。那这个寻视流转者，为那洛迦寻视，先举这个那洛迦，他说那洛迦是何等行、何等、何所处、何所引、何相应、何所求、何业转耶？那这边就讲了六个。
那行的话就是心行，到底是心呢还是气呀？就是高兴呢还是不高兴呢？和所处的话就是说，他的所处的境是可爱的呢还是不可爱的？那和所隐的话就是能够隐乐呢还是能隐苦呢？那和相应？那跟形式相应的呢，是忧呢还是喜啊？那何所求的话，就是说，形式他到底是想要求的是脱苦呢，还是要求这个乐那荷叶转的话，就是说形式它是随着怎么样的业在那边转那这个无趣的不一样。那这边是先讲那罗迦这地狱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形？所以，他这边还是在问呢，那先问的地狱，再问这个旁生。如那罗迦，如是旁生恶鬼人欲界天出尽力天，所有的形式，所有的形式，何等行，何所处，何所隐，何所应，何所求，何业转耶？那这边要注意说，这边只有出尽力，出尽力完了后就没有了，没有二尽力、三尽力，没有到那个四空天，怎么五趣里头只有这些呢？所以我们看三界九地里头，照理讲应该出尽力以上还有啊。那这边就讲因为出尽力地以上都是无形无事了。到了中间定的时候，就是无形有事，无形有事地。所以在出尽力以上呢，就不讲了就不讲了，无虑而不说。因为他没有寻思，那前面是我们有讲过这个寻思其实他是混着讲的，就是说原来的寻思的心所这样子讲好了，所以这边的寻思都是讲说还是有欲的的寻思心所的，不是像二禅以上，虽然有寻视心所的活动，但是不是拿来对治欲的那这边呢，就稍微这个先把问题讲了，这是问题那三界九地的表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就是说这些三界九地，其实就在这下头，再来一次。在这里。那到这边的时候，出尽力的出禅的话，那到这边的话，出禅天还有寻有事，但是呢，二禅天以上就是无寻无事了，那在这以下呢，都是用这个寻事的心的，因为这边都是有欲的那初禅呢，要对治欲，所以还是有寻思心所那个三界九地表可以常常回去看那我们再来辩，那等于说回答了，回答的话就分辨一下。那先是那罗迦等为那罗迦寻事为事七行，那处非爱境，引发于苦与忧相应，常求脱苦，他没有求乐，他没有办法求乐，那扰心业转，那这边只有一个这个扰心业转的话比较不好解释，那扰心业转的话就是说，因为有欲贪分别，这样来，这个扰扰，
于心呢就叫做饶心业，夏虫、那罗迦、上至欲界天啊，皆有此业，都有这个饶心业啊。那出净力的天哈、啊，离开了欲界贪，所以呢，饶心业就不转了啊，所以顶多到欲界天，到出净力呢就没有啊。成为四论就有两个说法，第一个说法呢，就是说五事哈、啊、都是有循序的，所以它有益期、寿、名、忧哈、啊，那它有忧寿。此言引发苦者，亦具循思，能引发苦。这个循思呢，它可以引发这个苦受。这里不说哈，五事无循四句，但言循事易事者，那甚多相续故啊。这边没有讲五事啊，那这边其实只有讲易事哈，那就是因为它是比较殊胜啊，而且它是相续的啊，相续的那。相续的话，也都是相对的来比较的。那第六意识，那个比较跟这个前五识来讲啊，它是比较相续，比较没有间断的啊。那换句话说，我们的念头一直在转啊，就是因为甚多跟相续这个原因，所以前五识呢就没有讲。那这个意识的话，就是以忧相应。因为身有苦乐，心有忧喜嘛，所以这意识的话都是以忧相应。那这个因为意识哈、啊，可以能够引发苦啊，它是引发，所以其实它是先忧再苦的啊，心里头先有忧了才苦的啊。那从意识这样子，从外面来的话，可以说苦先就直接有苦了。那不遮惧，不遮苦惧，啊，所以他这里并没有说把苦给遮了，因为有忧的话，通常就会有苦啊，所以不遮苦惧，亦无过失。二云，第二种说法呢，五事啊，无循事，那此文为证，那这里就可以证明了。如文可知，不说舍者，那这边还有一个舍啊，因为这边有苦乐忧喜舍啊，那他怎么不说舍呢？哈，一切的心所定与具故，那前面我们就有讲说，在那个三杂染那边课有讲说，有的时候啊，他一定都有的定具的，所以他就不讲了啊。那亦逼迫受。实是苦根啊，那逼迫的受实在是苦根，实忧，所以叫做忧，跟忧是很相似的，所以叫做忧啊。那或随他中意期受名忧啊，不相为也。这些讲法其实都可以通的。那换句话说，在这边哈，对于这个忧的定义哈，就有几种。比如说，苦根其实就是忧了，因为它跟忧是相似的，或者是它的意啊，第六意是有期的感受的话，那就叫做忧所以不相为也，应该差不多啊，解释的情况哈。然后立恶鬼，如那罗迦巡视一向是苦受，恶鬼巡视一耳。那这边恶鬼哈、啊，跟着那罗迦是一样的，都是七行啊、非爱尽啊、苦啊、忧啊，他是求脱苦啊，他那时候还谈不到求乐。那旁生人去大力鬼、恶鬼，所有的巡视呢，多分是七行。那下面呢，就是旁生等哈、啊，这些哈、啊、都是。多分都是七行的，少分的是心行的，
多酚是促非爱进，少酚是促可爱进的。多酚是引苦的，少酚是引乐的。多酚是与忧相应的，少酚是与喜是相应的。多酚是求苦脱苦的，少酚是求欲乐的。那但是呢，它还是有扰心业转哈。那前面的时候我们就有讲到说，像旁生人去大力恶鬼这边，它都是苦乐相杂的。那这边就特别在讲了说，苦哈是比较多的，所以七行多分七行多分苦啊，多分不可爱境界啊，都是多分的啊。好，那再看欲界诸天，那欲界诸天哈、啊，所有的巡视是多分的心行，那就跟前面呢、啊。这是子三嘛，那前面那个子二就是旁生这个旁生这个还有恶鬼里头的有那个大力鬼啊，还有这些那畜生那些旁生，还有这个再看一下旁生人去大力鬼呢，这些呢那都是苦多乐少的，那这边呢就是乐多苦少了哈，所以多分心行，少分七行，多分处都是可爱境，少分处是非爱境，多分都是隐乐啊，少分是隐苦，那多分呢是喜相应的，少分是忧相应的，多分是求欲乐，好，那因为他没有苦，他只有在希望说求更多的乐。那少分求脱苦，那少分求脱苦，欲界不是没有苦，比如说欲界天的天人跟那个阿修罗在打仗的时候，或者是欲界天的时候，他到了五衰相现的时候，他还是有苦，但是平常在生的时候啊，他都很少要求这个脱苦，因为他乐的境界的比较多。但是他还是有饶心业转啊，他因为他还没有离开欲界的关系。那再看最后这个出净律天，出净律天所有的巡视哈、啊，一向是心行，一向是处内可爱的境界，一向是隐乐，一向是喜相应，唯求不离乐，然后不饶心业转啊。那这边一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没有这苦了啊，就是都是乐跟喜爱这些可爱境界。那喜相应的话，那虽然意句也有乐啊，而不明离喜，总说喜明地，这个就是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这边就是离身喜乐地啊，所以它其实它是有喜乐都有的，但是离身喜乐哈、啊，所以这边是喜啊喜的地啊。那不离乐呢，就是说他在一直在这个乐的境界啊，他一直在这个禅定的境界，他就不希望离开这个禅境，所以就是单着的关系，单着这个出净力的乐啊，他就想要求说不要舍离这个乐境啊，不要离开这个乐境。那不饶一心业转，那刚前面已经解释了啊，就是说在这个出净力天的话就没有这个饶心业转，因为他已经没有欲了。那这个黄色的就是略转哈，就问说，其乐动极及初定，及初定得具生啊，就是说喜乐极动，啊，那都是跟这个初定律哈、啊、一起升起的吗？啊，那忧苦动极，好、啊，那这个动极的话哈、啊。因为这个前面是极动，后面是动极。那极是比较好了解，动的话哈，
这边的话，或者这样子讲了，就是说，动的话，极的话是讲极静，所以就是有禅定功夫了。那动的话，通常讲说是心是在动了，所以这个通常讲说是在散位啊，或者没有得定。那因为这边没有什么解释啊，我就这样子暂时这样解释。那忧苦动极是殊的，是不一样的啊。那这边是呢是一定是有，那这边是不一样，就是说地狱。得聚其耶啊，那通常在出定力的时候，喜乐是一定同时都有，但是在地狱啊，那是不是忧苦这些动机都是一起而起的呢？啊，好，那回答就说了，知色知心有别的，就是说针对。色法跟心法来讲的话是有差别的啊。那四月不乖哈，得聚起，在这边的略转的时候，在我们的课本里头哈，标点符号哈有点不对，他把标点符号点在这四月的后面啊，因为四月不乖，所以得聚起，所以喜跟乐啊，喜跟乐他没有乖违。所以它可以同时聚起，但是在地狱里头，破重破轻，就是被苦啊逼迫，有的是重，有的是轻，有不同的地狱嘛，啊，有的是大地狱，有的时候小地狱啊，小地狱的话，这个逼迫的苦就比较轻，所以呢，逼妻相啊相乖个别。所以有的有忧，有的有苦，有的有动，有的有急啊，那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所以呢，在地狱呢，它不是聚起，它可能聚起，那也可能分开的哈，因为就是因为啊，苦的逼迫有重有轻，它有这种差别啊。那再问呢，就是说。二意常齐，俱生不等。于此，故于此意啊，因色俱劳。那俱劳的意思就是应该花点力气才能够解释的意思哈。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课文呢，就讲到这里了哈。我有个问题，阿弥陀佛。你请问？谢谢阿弥陀佛。刚才没有听很清楚，为什么舍不谈呢？喜乐忧喜舍，为什么舍不谈？可以请你再解释一下吗？谢谢。啊，那个文是在，好像是在，月本。这里说，啊，不说舍者，对不对？嗯。一切的心所。定与具故，比如说这个，苦受好了，那苦受的话，苦有这个苦和乐，或者不苦不乐。那不苦不乐呢？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叫做行苦。我们前面有解释过，行苦哈是一直都在的，所以叫做定与具故，定与具故就是一切心所里头哈，一定都有这个舍在里头的。就像行苦，你讲到说三界是苦，那这个行苦都一直在里边。那乐的时候是坏苦，那这个苦的话。苦苦就是苦，那这个舍的话，舍受不苦不乐受，它是一直都在那边的，只是不明显。他那个时候不是有解释吗？就是说，
就像一个拥窗，如果是那个冰块摆上去的话，就觉得好舒服，那就是乐受。如果是热灰摆上去的话，它就会更痛苦，那这个就是苦受。但是这两个都没有的时候，那个就叫舍受。那舍受的话，其实这个舍受是一切的心所生起来的时候都有这个舍受的。这样子回答到你了吗？I got it, 谢谢。还有一个问题，刚才你谈到的那个闲散颂，有谈到已经有不动，那你说的不动是指他的定力不动呢，还是他的信心不被动摇？谢谢阿弥陀佛。动不动那个是应该是讲那个正见嘛，哈。这边闲散颂，其实我有一个讲义的，今天呢没有准备到那个讲义哈，那直接到这边来找啊。闲散颂，那这个闲散颂是非常好的，在第十九，就在思索成地。那思索成地的话，有五种，所以闲散颂就是修习这个泛恨的意思哈，令善清净啊。所以的话，就是第一个就是无所顾念嘛哈，无所顾念。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没有希求，所以不生希望。好，那就跟刚才我们这边是合起来了。然后在现在的法呢，现在法的话，它就是能证观察啊。能证观察的时候呢，它是有两个情形的。能证观察啊，第一个观察自己的身与意业哈，那这些观察这些，那就是说观察我不会升起这个恶行的身与意业。那当然这个你看在这边余业在这里哈。那第二个呢，就是说观察去来今世都是无常，那无常故不故无我，无我故啊一切不执着。好，那这是于现在就两种观察。然后这就第三项嘛哈。然后第四项的话就是说，你看这边就是他说哈，因为有这个福慧二慧资粮哈，所以呢他就说不被诸王等所掠夺啊。那这边其实他这边因为是毗婆舍罗的关系，诸根成熟啊，所以他这个不被诸王就还有其他的了啊。那在这个最后呢，就是不动啊，不夺不动嘛啊，于宪法涅槃中能善增长啊，因为第二法的毗婆舍罗，非诸烦恼跟随烦恼轻动，所以这个是对内的，这个是对外的。其实这边非诸王等还其实还有包括了外道啊这些东西所掠夺的，所以这个因为这个闲散颂是非常好，所以我就。常常就用那个来修行，就要检查自己了。闲散颂非常好。那等一下我再发个这个修改的这个 PowerPoint 的时候，我也把那个闲散颂那个讲义给发给大家好了。我有另外一个讲义，这样可以吗？可以，阿弥陀佛，谢谢。那闲散颂非常好，那就是说他还是在资粮位的时候的修行。可以这样讲，对。好，谢谢阿弥陀佛。或者加行位也可以用，对。丁居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可不可以麻烦你看一下敦伦记在配置195页。因为这一句话你没有放在你的 slide 里面，它是讲那个
分别为有漏或者是通无漏这一段。你看这是见物嘛，对不对？是说是在第几页？一百是在195，就是这么往前。无能记是在哪里？你再问一下，再问问你的问题，再问一下，这样还没找到。好，那个他说的这个无法，你说是从楞伽经的那个无法三自性里面的无法，那这个无法就是说不太了解，这个无法是是对什么样的人来说的无法？然后第二个他问题就是在最后那一句，他有说这个分别跟这个无法中第三这个分别不是一样的。对的。那无法三自性其实在我看哈，在唯识三十颂、成唯识论、楞伽经，然后瑜伽师地论、解深密经都有讲，因为这无法三自性是非常那个，等于说到处都有讲，就是说非常平常的。那无法的话，就是刚才讲说这个无法呢，就是说相名分别政治如如，那各个经啊讲法会稍微有点不一样啊。那这边啊他是说分别为有漏啊，分别为有漏嘛，那所以我是把这边这都拿到刚才那个讲义里头了，所以在这里头的时候有讲嘛，这是在哪里啊？这是看一下，这边是在讲这个诸寻是必是分别，所以是在那个后面，在前面这边啊，抉择嘛，抉择。那诸群是变成生命，所以在这边我就在这边嘛哈。那无法的话，就是因为很多经里头都有讲，那因为我们在讲瑜伽师地论，所以就把瑜伽师地论里头拿出来。那72卷那边其实是在解释解深密经的，所以真正来讲这个是从解深密经出来的。所以相名分别真如正智，那这是一个非常怎么讲，就是说一切世间里头都有这个无法的哈，一定是比如说先有这个相，然后就取一个名字就解释这个相啊，就全这个相，那这样子有名言了以后就可以分别了。所以有的人讲说这个分别哈，它是在有漏的，因为依靠它名言才分别的嘛哈，那所以这是有漏的啊。那然后呢这个政治，这个政治的话，那就有世间的字跟这个无漏字嘛。那世间字通为方便，这样子可以通到这个无漏字，所以政治可以通两边的。那真如的话就是七真如了，讲那个七真如。那七真如的话里头最主要就是讲这个实相的真如，也就是人无我跟法无我啊，最主要是这个。那所以这一个呢，这五个事情在很多经里头都有讲的，都有讲的。那再回到这边，您说你的问题是什么？
对不起，今天是因为这个哦，因为他最后那一句说这里的分别，也就是说形式啊，形式啊，不是所有的分别都是形式啊，这个分别并不是无法之中的第三个那个分别，他是不是这个意思？他说是啊，他说是，他说这边讲的分别其实就是这个无法中的第三的分别。那因为在无法里头的分别是讲有漏的，刚才我讲说，因为它是有依靠前面的名言，相跟名言而有分别的。好，那这样子的话，所以它是有漏的，它不通无漏的。所以应该这个前面这个讲法哈是比较对的。那的后得智有分别，那个时候哈，那就不必说了。我们心通常我们都在凡夫的境界里头，那你得到了根本智，但是这边一定要得到根本智才行。根本智是无分别的，那因为有无分别才有后得智，所以后得智虽然有分别，但是基于无分别智而有分别的。所以他说这边那个时候的分别也是寻视地，但是前面这边讲说这个分别就是无法中的分别，那这无法中的分别就是有漏的，所以他说不通无漏。这样有回答到你吗？你再继续讲这最后一句，此分别言必非无法中之分别也，是以狭问宽故顺前句答。那你刚刚是回答了，这边啊，这一句，因为你说我这一句没有摆进去是？对，就是这一句。那你刚刚是有回答，是说因为通唯有漏这一句，它是比较对。你刚刚是这样讲，那就是他说的意思。对对对，他说，所以这边啊，所以常常敦能记的时候，他在标点符号分段的时候，我就觉得哈，他，所以他这个比较，所以他这个分段的话，他应该把这一个摆在二云的下头，这样就可以了。看到了吗？就是说，讲这个后得智里头的分别的话，必非无法中之分别也，这样就可以了吗？它是标点符号的问题了，它把它分开摆了，它应该合起来摆在二云的下头就没有问题了。这样子就了解了，谢谢阿弥陀佛。呀，这个都能，这个这本那个讲义哈，偶尔时候也会有那个，像上一次在另外那个讲义里头也是有。然后这个以狭问宽故顺前句故答哈，那这个的话哈，那顺前句答是我们明天的课的时候，那正好就会讲这个讲，会讲的比较清楚。那这边我们再回到这边，我们再讲一下什么叫顺前句哈，什么叫顺前句。那我们回到这个讲义这边，他说哈，寻思抉择者，若寻思即分别耶？这是前句。这分别即寻思耶？这是后句啊，前句后句。在回答的时候是先答前句还是先答后句？他说为诸寻思必是分别，那其实是回答前面这句，所以叫做顺前句，这样可以吗？好，谢谢，很好。就是说哪一个先答，就是顺哪一个句，这是前句，这是后句。
在明天的时候会讲顺前句顺后句，会讲四句，会讲一行，还有那个无四句，那个会仔细的解释。可不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列传，就是你的讲义第八页哈，这个形式等起，他有说就是说佛身中身以业等不由形式但思起，为什么他这里只提到佛身中，然后指的是什么？佛身中就是说成佛了以后的时候，那个时候哈，那因为身与业哈，身与业一定是一生而起的嘛，所以他才说佛身中，身与业。那不由寻思，这个时候他身与的造作，他是不是由心寻思的？他只要私心所有升起就可以了，因为他是说，因为这个是，你看，私是意业，啊，身语是身业跟口业，对不对？好，他说不由寻思，但思起。那佛要有所造作的时候，他不用这个寻思心说，他只要思。这个心所就直接照做了，是这个意思。那这个就是如果是圣者或是一般凡夫的话不会这样子吗？这边哈，这边其实是这样子，佛身哈是一向的，一定记的，一定是这个样子。我在猜哈，我这没有根据。大菩萨哈，他也可以达到这种境界，所以他就是私心所起的，不由寻思，他可以达到这种境界。我在想说，这八地菩萨以上的话，可能会有这种境界。根据的话就是说。其实这个不由寻思的话哈，因为他直接用思心所跟慧心所就可以了，因为寻思的体就是思跟慧嘛，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谈到寻思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寻思。寻思的话，在这里的话，寻思的话在这里，这里的话是一个不定，不定心所。那思跟慧的话，都是在变形跟别境。通常的时候都是变形别境，然后再配一个下面这个。这个随烦恼啊，或是不定的，所以这个变形别一定是在前头，前头。所以换句话说，修行很好的时候哈，是在这里，修行很好的时候，所以在那个是在讲二十二根的时候吧，他就在讲说。在如果是到了某个菩萨的境界的时候哈，他这很多的他这个就心他会升起的心所哈，就是比如说变形是有，别境是有，善十一是有，就二十一个，然后还有几个，还有几个心所，那其他心所就不起了。那这个时候哈，换句话说，他这个时候他就是比较偏重于，因为这个大菩萨他们的心所都是善心所，都是这个有用的心所了。那所以寻思的话里头其实还包括恶的，或者寻思他们那个时候就可以不用了，不用这个寻思心。
那不用巡视心的话，另外一个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巡视的话都是有功用的。那通常达到八地菩萨一样的话，他就可以无功用恨的，自然而然就流露出来了。他的身与意业，他就是自然而然流露出来。流露出来的时候，而且就是没有这个恶跟不善的这些业。所以我才想说，可能八地菩萨哈，可能是这样子的境界，以上可能就有了。那佛身是一定有的了，那这样，我不晓得这样子回答到你问题吗？太感激了，阿弥陀佛。呀，哎，丁居士可能是啊，丁居士阿弥陀佛啊，这一边。啊，我是可不可以请问，因为你刚才讲你八地菩萨跟佛的境界的话，那种说法我完全同意。但是我现在要问的是说，如果说因为二常以上就无寻无次第，对吧？他就没有寻，他虽然有寻视心所，但是他就不用了，这寻视他就不对对对不会起。那他是不是也是用他的分别，是不是也是用思跟慧呢？可以这样子讲。我们再看一下哈。不光只是思跟慧。那当然这个受想的心所是一定会有了，除非到了受想，想受灭定，那个时候才没有嘛，灭尽定才没有，所以受想也都会有。那寻思是特别的偏重于思跟慧，那其他的心所啊，他在八地菩萨或者是说那些其他，他还这些心所都还会起来的。那个这个地方是在一个什么地方的时候有讲，他就是说到了最后的时候，成就的时候，是有哪些心所会跟他相应的，那时候会有讲。但基本上来讲的话，很多心所还会，注意心所是跑不了的，一定还有啊。那这个欲圣解念定慧，那这些可能都有的。因为这个仔细看的话，它就是修定的一个过程啊，先要有欲，然后有圣解，圣解以后的话，下面就是正念正定，然后达到那个无二慧啊、观慧啊这样子，因为简直的关系。所以到后面的话来讲，很多很多的善心所跟基本的心所，他都还会在的。那寻思的心所的话，可能只是在某一些方面他会用的。那比如说在二禅以上，他多半就不用了，因为原来的寻思啊是用来对治欲的，所以对治欲完那个他就不用了，对治欲的话就不用了。所以这边我是觉得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说他讲说，若寻思即分别，但是分别那有分别啊，并非是寻思。那这个东西我真的没有办法很明确的回答那个乃文师姐，但是大约应该是这样子。OK， 感恩。然后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就是那个寻视差别，在讲寻视差别的时候，有讲到七种差别，七种分别，七种差别，对不对啊？对对，那这个寻视差别是指这七种差别里面的寻求分别跟视察分别吗？还是七种都有？因为但是那个这边下面讲如前说，
七分别相应思会，并是寻视差别。那又感觉好像这七种分别也都是寻视的差别，但是又就会有点混了。寻视比较小，范围比较小，分别范围比较宽。那如果说七个分别都是的话，那寻视跟分别并没有差别啊。这是敦伦记在讲的。哦，那其实的话应该是以这后面的这个正义，就是下面在分别的时候来讲。那巡视的范围，你刚刚讲的很对，巡视的范围是比较小的，分别的范围是很大的。但是呢哈，这边是相同的，就是说巡视它的体是思跟会，所以在分别的时候，如果说有相应的思相应的会升起的话，多半都是巡视。这样可以吧？这个应该是可以。所以我现在问你，这个七个分别的话，如果跟思会相应的话，它都是寻视分别，那么这个寻视跟分别其实就应该是不是意思是说，只要你在欲界，在欲界的话，你的寻视你的分别就是根本就是寻视了，对，是不是？在欲界的话几乎是等，对，就是两个就是相等的，几乎是等。那如果是说如果说二常以上的话，因为他没有寻视，所以这时候可能就只有分别没有寻视，或是这样子说法吗？对对，可以这样子讲。哦 OK， 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讲到这个刚才讲到这个寻视抉择，下面下一个page应该巡视这个他不是问到说他是为诸巡视必是分别，或有分别非巡视他回答说，未忘初世智所于一切三界心心法皆是分别啊。这个刚才你在那个以五位白法三界心心法，是说五十一个心所里面除掉寻视以外所有的分别所有的那些烦恼随烦恼吧，是不是？还是那我的理解话，心心所有包括心王啊，心王心法，对对，心王跟那五十一个心所里面除掉寻视，是不是？那如果说我们就是说除掉，应该是讲说，因为你寻视就是第六意识嘛，对，对不对？那除掉第六意识除掉第六意识以外，像前五识、第七识、第八识，这些都叫分别，可以这样子说吗？嗯，不完全这样，不是完全，但是这种是觉得是蛮好的。那我刚才也有特别讲到，就是说比如说你这个巡视的话一定会有会有思，这个就比较明显的，对不对？所以你不能说除了巡视以外这其他的心所都就是说除了巡视以外，照理讲思跟会也可以除外的了。所以你刚才那种讲法，就是说除了第六意识，但是第六意识的功用会特别广，所以你不能把它完全除掉。所以他这边界定的时候啊，这是一个很笼统的讲法，所以这一句啊是一个非常笼统的讲法，其实还可以细分别的。细分别就是说，当你这个巡视升起的时候，那种的思跟会啊，那个应该
也是应该除外的。就是也都是会有分别非寻视，会有分别非，那也是分别，但是不是寻视。丁师兄，阿弥陀佛。我会心所还可以分别，但是不是寻视。您问。阿弥陀佛，就是说我们在那个无为白法里面，刚刚你有讲到哈，就是五片行所的坐一处受讲师，跟五别境的这个会，这两个，也就是说我们心现起的时候，我们在，因为我们现在在讲的是有寻有视地嘛，也就是说我们在欲界以下的人，他的心的现起，境界的现起也好，心的现起也好，都一定会有这五片行心所的这个思，也就是说刚寻是寻的以思为性嘛，就是不是很明很应该怎么讲，就是很没有就是一刹那没有很用心的去寻找的时候是思，那有检责为会的时候也就是思，就是检责。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有寻有视地的时候，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念头一些起来也好或什么，就一定会有这个思跟会为基础的所谓的寻视来产生，这是第一个问题，我的问题。对，应该是具有的，所以好像我刚刚讲的具有一，就是寻视的具有一，就是会跟思，是这两个哈。那第二个就是乃芬师姐刚刚讲到的，就是说你可以看一下八四规矩表解里面，他有特别讲到，你这个图表里面也有把那个不定心所放在第六意识上面，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分别，因为刚刚有提到那个自性分别、随念分别跟嫉妒分别，也就是说我们自性分别应该是我们的前六识或者是都应该有这个自性分别，对不对？最后问题你再问一下。我的问题就是说，你这里的第六意识是，好，就是有这个寻视跟那个回这些，就是这个把它放在第六意识里面。那刚刚那个马师姐又有分，就是说分别，我们在分，你刚讲说寻视是比较小圈圈，分别是一个大圈圈。也就是说在前五世也好，第六世也好，通通都有分别，它都有分别吗？对不对？对。前五世是不是也有可以有自性分别？前五世，对，它应该它是只有自性分别。对嘛，好。那第六世的时候，它应该也有刚才讲的随念分别，或者是嫉妒分别。所以我的理解就是说，你刚画的那个随巡视的时候是小圈圈，也就是在这第六意识而已，可是其他的很多很多的分别在前五识第六识通通都有。对，是不是这样的理解？对，但是我要再仔细讲一下，就是说通常我们讲说自性分别哈，说那个自性分别其实就是任运分别，任运分别就是其实没有分别了。是，老实讲就是没有分别，我看这在哪里。那可是我们任运分别，因现前境界随境的实力任意而者的所有分别，就是说率而寻求决定，也就是在寻求的时候，对对，那是算什么？自性分别。那是自性分别。对，寻求，那在决定的时候是什么？决定的时候，因为前面一定有寻求嘛，是，那寻求意就一定是第六意识了，是。那在第一卷还第二卷的时候有讲嘛？是，也就是三心的时候，转而寻求的时候，您刚讲这个寻求就是，这里就是于诸法观察寻求所起分别，所以这个也这个寻求就转而寻求的时候。那到决定的时候是不是有四察分别呢？还有就是说，对的，应该是有的。
对，还有就是说我们在讲那个思心所的时候，就是审律师、决定师，所以审律师是不是也跟寻求分别一样，差不多的位阶？那决定师的时候是在视察。对的，比如说审律师的话，多半都有寻求。那审律师、决定师，决定师的话，通常都会有视察过了以后。才动身发语、嗯、很近啊，他没有并没有完全，我也没有看到说哪里有特别讲，但是我们基本的判断是对的，就是说你要做决定的话，通常你都会经过巡视的程的那个这两个动作，因为就是会思心所、会心所都会动。所以那现在再来这里这个问题，就是任运分别的这个地方，于现前境界随境势力任运分别而转。那这个随境势力的话，它也没有包含到随念分别呢，还是没有，就只有自性分别转而寻。没有，它没有包括随念分别。没有，就只有自性分别。因为，对，只有任运分别。好，最主要就是说任运分别的话，包括了前五世的那个任运那种分别叫自性分别。那随念分别就一定到第六意识的，所以会有稍微不一样。是 ，OK， 谢谢，阿弥陀佛。Okay， 好的，林师兄，您问，我可不可以这样子理解哈？先把这个差别和分别分开来理解，那个差别就是有七种差别，也就是说有七种分别的种类。那这个分别的意识呢，这个分别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所以这个名和相在一切的所缘境上的活动就叫做分别。好，那这个当然这个无相分别，你说是举例子说婴儿啊的这不善名言，那他可能是有相，但是他没有名。好，那前面有像任运寻求这些基本上所谓的分别呢，就是那个刚刚说的以名和相为所依，在一切的所缘境上就是活动，那这个就叫分别。那这个分别呢，就可以根据您前面所讲楞伽经里面讲的无法三自性，那个无法里面名相分别正智和真如，这几乎是整个大乘法的结构。但是我们现在这里讲唯识这一部分呢，它是以这个，就是说你如果是在心心所在这个所缘境上做不如理的分别的时候，这个归到片计执的时候，它当然就显现是一个不清净法，是个有漏的阶段。好，那我现在讲的这样的话，几乎就是感觉上就是可以跟刚刚所有师兄师姐所提出来的问题呢有一点点的连接。因为为什么后面会讲唯分别无漏唯分别有漏，应该是指这个唯识里面的依他起片计执的这一部分。那再回过头来这里讲的这个分别的意识跟这个差别的意识一定要先分开清楚，那个差别就是有七种分别的种类。我这样理解到是这样子是不是理想，是不是对？因为这七种差别，在文这边的文讲说七种差别是讲说巡视有七种差别了。那对，因为他这里讲云何分别所缘嘛，也就是说你的心心所在你的所缘境上啊的活动，对，才有这种七种差别出现嘛，所以差别跟分别呢，这个定义是不一样的，是不是这样子？谢谢。对，那事实上就是我们在用的名词就是分别跟那个巡视嘛，那差别是等于说一个普通名词啦，这样子。
那我们这个分别的话就会变成专有名词了，因为它可以分为自性分别、随念分别跟嫉妒分别，是这样的。好像后面还有八种分别哈，我们后面学的那个有八种啊什么。那八种分别那是讲欲的时候。对对对，那这里因为讲寻视的差别哈，这个寻视呢一定是你的心心锁在你的所缘境上的活动嘛，对不对？嗯。对，所以呢，我觉得我的理解这样子好像比较笼统，但是比较可以解释的，为什么它有这么多不同的种类的。谢谢。呀，啊，你讲的的确是这样子，因为在这边的时候常常会名词常常会混。不过这边的话，我们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还是在。还是在下面这边呢、啊，就我们把分别跟这个寻视分开，在这一刻来讲，最主要就是把这个分开，所以这一章是比较重要的。那这一边的时候，他就是因为讲寻视的时候，所以这一边差别跟这个抉择这边哈、啊，一定要摆在一起讲，就是说，这边讲有相无相乃至不染污，他说如前说的时候，你一定到卷一那边去才看到这个有这个文。那所以这边的话才会有下面那一个，就是说寻视就是分别，所以他才把这边拿出来讲了。所以刚才不知道是谁提出来的，就是说这边又有相分别，又无相分别，难道这边是有相寻思，无相寻思吗？对，的确是这样，从寻思的角度就可以这样子讲了。但是反过来不能够讲，就是说有相分别不一定是寻思的这样子。呀，这个我觉得好像已经可以了，我们了解到这种程度就已经可以了。谢谢李慧师姐的补充啊。那我是想说，现在已经到10:30了，还想再问吗？还是留着下一次了？哦，对，我都忘了那件事情了。那件事情就是我跟大家 email 那个跟长波法师求救的那个文，大家有看吗？就是上一课的时候，那个就是在俱舍论那边。他有在解释，那就是我没有回去看那个俱舍论，所以没搞懂，所以问那个长波法师，长波法师就把俱舍论给拿出来了，然后拿出来解释，然后就通了。啊，各有看啊？有看到了，谢谢阿弥陀佛。有都有看，谢谢。我本来想把它摆进来，摆进讲义里头来的，结果后来没时间了，所以我就没摆了。那我以后还是要找时间把它摆回来的。然后这两个课，这两个课就完了。因为完的话，我们可能会先休息两个礼拜哈，然后才会决定说，基本上还是讲第六卷、第七卷。那如果有任何改动的话，再跟大家通知好了。好，那。还有疑问吗？还有这个要补充的吗？那没有的话啊，对不起，第六卷第七卷的时候有牵涉到和外道的解释，说还要给我们解释一下最基本的这个阴灵的解释方式，是不是这样子？我还没有仔细看，但是阴灵是一定会牵涉到的。所以阴冥的话，基本的我上次有讲过，大概讲过两次吧，就是最基本最基本的。那在这里头的话，一定还会再提的。讲第六卷第七卷的时候，我现在还没有完全决定，还在看，因为我没有很多的时间去研究一下，说到底该怎么讲。那如果没有找到方法的话，那就还是像这样，我就尽量说
每一个课都做成讲义，我先把它规划好这样子。好的，那我们先把这个课结束了，然后我们再还有什么问题再讨论好了哈。先忏悔哈，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今对佛前求忏悔，回向愿此学习因缘成就，闻思修三会见真微妙，谢脱尘劳，得无生忍，发大悲心，弘扬圣教，饶益有情。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那这边还有这个，新冠疫情早灭除，现存病者即康复，全国经济得苏醒，闻法念佛，求生净土。那同时呢，我们因为这个课呢，基本上是我们经论导读班，经论导读班的话，我们还要用这个佛光四句偈哈。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阿弥陀佛。啊，请大家各自回向。谢谢净土宗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谢谢丁老师。阿弥陀佛。